染细菌病毒怎么办？这个责任可不小，所以医院无小事，病人服也是如此，必须保证绝对的干净才能送到病人手上。不过这个干净与我们平常所说的干净有些不同，它不是单单只看上去没有污渍崭新亮丽，而是指无菌。也许我们的日常衣服可以做到没有污渍油渍，但是很少能做到无菌处理，所以医院的病服还是很卫生的，起码可以放心的穿。当你问医院的护士或是医生这个病服干净吗的时候，他们也许不会直接回答干不干。送至洗衣机隧道口，这时的衣服就要开始真正的清洗旅程了。它要经过两轮浸泡、六轮化学清洗、五轮循环处理、三轮清洗。至此，衣服上的顽固污渍已经被清理得差不多了，而且也很好地做到了无菌消毒、软化衣物。随后，带有大量水的衣物先经过12吨的重压去除大量水分，再被送到烘干机内，由红外线监督，保证每件衣服都被烘干。之后，床垫、床单等由机器折叠，工人则将衣服分类，再次打包送回原来的医院，继续供病人使用。这就是医院清洗衣服的过程了，还是很让人放心的。你认为呢？